我是赖博，这是2017年10月13号高雄站15:22，拍摄3046室金阳频道健康星座一，坐地下三进行六两面组成训练快车，要等到他处理。然后为个人最后一次拍摄3046次，在高雄站的影影，现在准备处理，再见喽。3201是金阳频道信号。刚好潮州的学生。3201是金阳频道信号，潮州的。区间车。DN U500型圈车。DNU574区间车，嘉义院的是3534，江西院的是8650的。以及136次金阳三线号南港的 TNU201之上 TNU201不用吗？之前啊。本次列车不发售无座位车票。我先讲，拜拜。